我的房子拆了。我们把衣服穿上点，太凉了。咱们再把裤子穿上吧。妈妈辛苦了。妈妈辛苦了。那你就自己穿，我辛苦了。走了，宝贝，拿着衣服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。哇，这个玩具剑。嗯哼，这什么？这是翼龙啊。这是翼龙吗？这，你没见。这是什么龙啊？这是爪龙。爪龙，这个呢？霸王龙。这是霸王龙，那这个龙呢？这个，你说。我不知道，这是塑料爪子龙。我还是别买恐龙吧，家里恐龙都在。这是什么龙啊？不能再问恐龙了。你不是对恐龙很熟吗？妈妈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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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怎么有个小朋友啊？是走丢了吗？嗨，你怎么一个人啊？你妈妈呢？嗯？你妈妈呢？你爸爸妈妈呢？嗯？他会不会走丢了？那我怎么看不到他妈妈呀？嗨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嗯，你家长呢？你想要这个啊？是吗？是吗？哎，这孩子的家长在哪儿啊？嗯哼，这小弟弟好像找不着自己的爸爸妈妈了。那我们在这看着他，不要让他被陌生人带走啊、嗯！好吧，对这个我陪你啊。哎呀，你找着了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你是他奶奶吗？是吗？他是你奶奶吗？是啊。是奶奶。是奶奶吗？嗯，看着不闹，你是放心了。妈妈，你在干嘛呢？人手进家那么勇敢呢、啊、四川话我要去吃慢行警校先生。我不管，我穿一个儿童弟弟，穿一个儿童的。你以后不要不说一声就跑开，我还以为我拿着这个就过来。对呀、啊，你要告诉我一声啊，啊、嗯！但我找不到你啊。你找不到我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办？嗯？买几个告诉我？可以买五个。好的。我想问问你，你找不到我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办？告诉警察叔叔。嗯、告诉警察叔叔是吗？对。这下够了吗？嗯，这下够了吧？嗯，这下够了吧？那如果没有警察叔叔在身边，你会找谁呢？服务员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好，你去看看那边吧。
我要测试一下文恒是不是能像他说的那样，找不到妈妈的时候可以找警察叔叔，找不着警察叔叔的时候就找服务员。他现在没发现我，还没有发现我不在他身边。妈妈，我都选好了。我是我妈妈。可以找到我，妈妈要去哪儿啊？那我往这边，你可以躲开他，是吧？妈妈呢？服务台在那边呢，走，我带你去吧，走，来这边。霍思燕女士，请您听到广播，她成功找到服务员了。服务台，您的孩子酷来等您。耶，哦，我好难，我没想到她真的可以做到，在哪里啊？干嘛呀？没有哭吗？妈妈让他很快的跑干嘛？让我抱抱你。我都选好玩具了。你知道吗？你从你出生，我最怕的事情就是你丢掉。妈妈，我刚刚看到你了，怎么不说句话带走呢？因为我想看看你能不能真的当走丢的时候，会不会自己想办法沉着冷静的找到妈妈。妈妈，我没骗你，一二三四五。他长大了，他再也不是我怀里那个什么都不会、有需要只会哭的那个 baby 了。他给我带来那么多美好的瞬间，我也努力地告诉自己，你一定要都要记住，这都是我以后最美好的回忆。妈妈，你下次不要慌忙的跑掉了。哦，好的。你知道吗？在你小的时候，出门我特别害怕你突然被人抢了就跑了，我妈妈追不上，抢不回来。现在我看你一天天的长大，其实是可以训练训练你，能不能自己在遇到危难的时候有没有应对的办法？但是那样不是错的呀，找不到妈妈，我得。别人把我给弄走了，那你就找到你最近的人，跟他说我迷路了，请带我去警察局。坏人最害怕警察。对啊。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来呢？
亲。我不是唱这首歌，唱错了。秋子深。你要唱什么？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妈孩子想乖吧，走进妈妈的怀抱，幸福香。小玉，哎呀，我的宝宝哟，正在喂奶呢，哎呦。那小玉还真的够伟大啊，就是一直非常强啊，那小乖乖玉玉，你瞧瞧，我真的像小核桃，核桃上长了两个眼睛，长得挺漂亮的，好漂亮啊！你看这个，你看它的眼睛就睁开了一只，漂亮了吗？睁眼了，双眼皮呢，比我们红强。我觉得这些就是我的孙子，他的不是，这是他妹妹，啊，这个是他是他们的舅舅，啊，天哪，这是他们的侄子和侄女，哇，你放在这里，要不然我给你稍微盖上一点，这个感觉空间小。怎么谁家的狗啊，他要一进来的话他就以为要跟对他宝宝有危险啊，行了，保护好自己，没事，好了好了，知道了，给你妈给你保护着了，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啊，别担心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那回去呱呱得跟他们分开，要分开，对，哦，因为他会很防备，哦，他可能都不理呱呱了，生了小的就不要老公啦，你看哇，好了，别压着谁啊，哦哦，那个小月，小雨走，咱们回家了，我把外套脱了给他兜一下，走回家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谢谢，走，小玉，我们回家了。妈妈，小猫呢？你看看，你日也盼夜也盼的是什么？他们正在睡觉，哎，咦？这是老大啊，老大，这个好像小玉啊，就这个黑大老大不像。你看好了啊，我给你弄奶瓶喂他们奶喝，别压着，听到没有？我逗他们玩啊，你逗他们玩，你给他唱歌跳舞吧。宝妈，你快醒醒啊！一小雨的小猫，小叮叮叮叮，然后别吓到他们啊！啊，好的。哎呦，来，想喂哪一只？哪一只肚子瘪呀，啊？这个瘪，对啊，哦，这个睁眼睛的，你看，好不好看？给他喝，这好像小玉。那你来。你扶着。哎呦，我喵啊！就饶命啊！他不饿，他不喝，然后你看就这样他就吃了，你看你看，你要试试吗？不要，你别害怕，吃着了，举高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
什么？这个是脐带，就连接 baby 和妈妈在肚子里的时候的一根纽带，里边可以。你也有个脐带，你那脐带还是你爸爸给你剪的呢。从哪儿剪来的？就是你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以后，有一根脐带是我们唯一的连接。小鱼好像好幸福啊，在喂奶，对不对？小猫合体。小猫合体，然后变成什么？我还要去拿，我还要去拿更酷的呢。小猫合体。这就五猫合体的变形金刚吗？对呀、啊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，只想看着他们就这么在吃奶。哎呦，太可爱了！看我的机器人变成什么样子了？哇，这只吃的好香啊！照相机，照相机呢？妈妈，帮我把这个安上可以吗？小鱼，妈妈可以帮我把这个安上吗？好。哎，这个。我觉得你是有本事把它自己搞定的，相信你，给你五分钟时间，预备开始。妈妈，帮我一个忙。嗯，帮不了。妈妈，你说你爱我。哪个？我只需要把这个安进去。啊，这个比较装，这样。这个。五灵上天。这不是这儿的，再试一次。加油，超级妈妈，神力女超人妈妈，加油！你还给我戴个高帽子，你现在会的套路，怎么觉得越来越深了？好了，我觉得这已经是五猫合体了。没有问题，特别好。要拍照吗？可以啊。拍的猫。妈妈，你先撤退。不要我吗？那好。你又不是猫。我是猫的妈妈呀。